蚊香哥哥。哦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妮宝，妮宝，对，妮宝。那我们可以进去啊？当然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然后狗狗，我帮您看管好吗？好的，来，来吧。没有狗狗。呀呀呀呀呀呀！嗯，好香哦。冲天炮，她是小女生吧？不知道啊。妮宝，妮宝。哇哇！这一次也太可爱了吧！帮你看管，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啊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因为每次买东西都不方便牵狗，没关系，你们帮交给你们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好好。哇塞，你想跟他玩？哇，也太可爱了吧！好美哦。叫姐姐。哇，你俩也太可爱了吧！叫姐姐。现在都光临，我们要去洗手是吗？嗯，要。